一到两公分啊。看不到，不要这样。再一公分，这样对。你这样看起来好松哦。对啊，嗯。而且你弄到嘴不见了。嗯。是他啊，我知道这个是不是他那个切的很少。哦，你是说他买来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了？他最上面切的很少，鼻子顶就是那边了。欸，这里就可以到山顶了。嗯，那要去了吗？但是我说排队很烦。那我们就先去山顶了。对啊，好，照这个去。人不是很多，嗯，不然山顶滑个两三次好了。好，欸，他说上级者限定，因为山顶才有红线跟黑线嘛，右边是黑线，中间左边是红线。那人少就先滑上面，不过看起来没有很短，不短，只能说不短，但是比昨天好太多了。嗯，对，你看这里很硬。上次就只有一个，希望是，拜拜。
为我觉得其实，哎，我拍个影片好了，先不要讲话。其实这也算硬的，所以。所以滑起来不会很舒服，我不会看不起他，因为等一下要踹的是自己。滑起来大概我现在的猜测是会跟。我只希望志贺雪况好一点，如果志贺雪况不好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带我去他们家。然后志贺应该会更好，因为那个志贺比这里更高。其一，其二是志贺更接近。我每次都很喜欢说雪线，下雪的那条线，志贺是更接近日本海那边。我问你啊，我们之前爱吃的那间店可以定位吗？我先打。就是之前先用，你说哪一家？那都是网页上按就有了。爱吃的那一家。你说奥志贺吗？不是，奥志贺当然也要啊。爱吃哪一间？就是那间居酒屋啊，唯一的居酒屋那一间。我们好像那时候跟男朋友好像有一天也是他生日，我去吃的。你是说我们南馆每天吃那一间吗？不是，南馆那个哪需要定位啊？我说外面的有红灯笼挂着的那一个。那个哦。就是要从那个。你是说一知道要定的？什么时候？对，什么时候呆萌还什么下车？那个要订，因为我记得他会做完，他会做完。要订，因为我们又人就六个人。那你记得店名吗？然后打电话。我找得到、啊。他什么时候之前可以订？打电话就可以订吧。这样，先订。那么多天，应该不用烦恼。先订了一天好吃的话。这里是有动物脚印的。再把我一点订。这里是有动物脚印的。有啊，很多呢。而且看这个雪的面，它可能卡莫西卡，但是不要来撞。它可能至少有补个一公分，所以它敢收新雪。对啊，这个两只脚在前，直直两只脚在后，是那种爬行式动物，不是兔子那种。什么爬行？就是它走路是这种。你看，你知道方向哪边是前，哪边是后吗？往前啊，那个脚掌看得出来。对啊，就是两个水平的是前，然后后面是一前一后。好可爱哦，看脚掌都不懂。你也不知道什么动物。对啊，我都看不到。这个开始运作，他们听到声音就躲起来了。应该说，雪地上的动物是不会傻傻的站在雪地上，除非它身体是白的。看它保护色是什么。本能知道要省力气，所以你看是两格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是它的两只后脚会踩在前脚的脚印里，这样省力。是吗？它会去对准哦。对，它会去对准。它哪知道后脚踩在哪？它照着它走一个方法，它就知道。所以看到两，它的脚可爱。两种到三种动物的脚印，这种后脚前脚，我的脚现在是，我先前啊。好，先滑左边，再滑右边。拍个照，看好看不看鸟都是。这里就是最高点，应该会看到猫母吧？哎，什么时候拿？36第二次或第三次就可以了。我还不知道你有带。我有带，我就飞，我就来这么几天。然后对，每天都要带。这样子讲。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很确定拿什么高度是最好。拿什么都差不多。你要走左边。对啊，左边啊。哦，这里风景好。先左边是对的。
被太阳晒的，我都。那我就走了、啊。好热哦！我是说眼睛被晒得好热。你没有要拍了哈？我都自己，我是准备要拍，然后那边怎么有一块白白的地方？又平又白，在猫魔的右。现在往上看，有多少？我有在笑，但看不出来。有那个歪歪的那个。因为你那个面罩上的那个符号，所以他觉得你这个是头。他知道我是头。脸孔侦测。他卡通人物耶。感觉是这样。现在这个压住的血质感。我又打开啦。好。走了吗？走啊。不会紧张的状况。是还好，中间如果没有故意要维持慢速去试刹车的话，就不会用力。但是想要用一下钢边滑的话，就会中等费力。你说左边，右边？我很远啊，要拍什么？后面啊，有湖啊。一点点。那个山的后面是不是有一层雾啊？水平一层。我帮你拍了很多倍。还有那个平平的，难道也是个雪场吗？我不知道那里也有呢。
还是我讲错，这个才是猫魔，也不对啊，好怪哦，我搞不懂。嗯，这里的雪质也没有到很舒服，还可以啦，至少不会紧张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看来就只能这样了。30秒后就会自动 off 了、啊哦。你前面有一幕是没错，而且还彩色的，还可以秀。现在录到前面呢、欸？对啊，你正面看到可以看到录到刚开的时候。哦，是哦。对。石的靴，它每一代总要有一些靴头。嗯。那它那个靴头就是说，哎、欸，正面有彩色一幕哦。但是这种产品真的。还有他可以帮我重插电吗？我怕他没有来重电。这个重插，哎、欸，方向不对。这个的重插没有那么简单。对啊。我都搞不清楚。而且你这个干嘛害怕？嗯。有啦，有红灯啦。你那个万一不行的，插一下啊，就一直都可以用。上次我花的好惨。我本来还有一个打算是说，最后一天给它开到画质高一点，看会怎样。它最高4K。风景不怎么样就不用了。不是，这里风景比较好，我觉得这里风景蛮好。其实开画质高一点啦、啊，对我来讲，它还是够路，因为它本来就是。那你到底会不会备份？我就要讲嘛，就是开高一点的下场，就是回去 copy 的时间变2倍嘛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我说最后一天的话，那就不用怕这件事。问题是纪录片，你只是纪录片，不需要。就画质能够更好就更好啊。这脚印啊，脚印啊。这样子弯弯曲曲的往上走，还两只交汇，一个是横着走，而且这是两种不同的走法跟动物。好的，好的。我觉得这种走法是兔子，我说比如说是一只鹿，它把它窝在哪里、啊？找一个树就坐着，因为上次那个树鹿也都坐在树下，它就脚凹着趴在一个草地上。趴在草丛中，除非要露出屁股，他就趴在里面不动，你也不知道。但是鹿应该是群居的动物吧，至少会有2-3只这样。这些都不像是，我说那些脚印都不像是鹿那种重量，鹿是鹿应该更重吧，这种。刚我看视角分散，没有很深，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是兔子 level， 兔子狐狸 level 之类的。好奇怪，我都有点饿。我没有，你早餐因为不喜欢，所以吃少就饿。我连沙拉也吃了。我当然有吃。
要杀的话，咻咻就走了。那刚最后面要用推的很累，就是学会了，我到最后我就直冲，把速度留着拿来回推，不然不行。这个是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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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脚印的感觉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前脚踩后脚，大大的，那脚蛮大的呢，而且有点圆圆的感觉，很可爱，就觉得这个脚印很可爱，无法猜测是什么动物。是推这儿，就是这样。我的包包今天背得好奇怪，一直觉得它歪斜。刚刚好像我妈拉机车，那现在还在录吗？还在录，还在录，所以你要开始走，它就停下来。所以是快到一种地步，它就会发生某种症状吗？奇怪。就走了啊！
刚刚不是已经最高的缆车了吗？那这边上面又是什么？还是我们已经下来？关掉的缆车。啊？那个是四号。关掉的。嗯，四号。那我的问题是说，有没有人会滑这边下来？你看没有什么轨迹。奇怪。走了。四号没有开。我在看左边、右边这样，有差吗？好像都差不多。是同一条路吗？是同一条路，只是树的左边跟树的右边。啊，走了，选右边。选左边。该叫你也是出来了。撞到的，不是，对，高了一下。
下大雪到底是今晚还是明晚？他好像说今天十二点。所以明天会大雪。好，那明天换猫膜也是不错的。大雪，然后什么都看不见。不是啦，猫膜也没有什么景色，猫膜的景色就是看 Grand Deco。看什么？对，猫膜没，盘梯才有面那个湖。看一下。我真的没有传图给他。伊那瓦西罗啊，完蛋，这里网络太烂。没有，我这里还可以啊。我不行。三格左右。我是那个可 Limo 可以，还是我？其实两个都是 Softbank 回线，也不懂他在搞什么。还是我只用那个 Mobile 通信？嗯。是地铁的天气预报。我换回那个应该就行。明天小危险，风是粉红色，但是不到红色，所以明天是风，明天是风雪的之日，那怎么办？对啊，我就是怕风大，哪边缆车不怕的风险比较高？这里的话，肯定所有的小缆车这里应该是都 OK。对，猫膜的风险是它要我们要是去了南面那一个，它要是山顶不开，没办法去北面，那南面应该是跟中寮大湖差不多烂。哦，那还花了钱。然后我买的早鸟票应该是很便宜的早鸟票，是还。所以礼拜一会是雪质最好的一天，所以礼拜一应该是猫膜无误。那明天到底是怎样就不确定，但是我们又要今天就预约，就要决定明天，那我们又不知道明天缆车开的状况是怎样。嗯，好，那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就是要看那个研究一下猫膜跟弹梯的缆车的，他刚刚叫我，我就看到这条片。应该我刚刚也有看到一个像山的东西，那种像山的。而且我觉得从山上往下看啊，雪道上的点点很多，人很多，嗯，这个缆车感觉搭上去一路几乎是平的。嗯，雪质还可以，还可以的啦，不怎样顶，就温度差两度而已。就暖冬害的、啊，如果不是暖冬，中寮带那里的温度也应该跟平一月份的这里的温度。我看很多好看的照片呢，你就挡在我前面，我就只能帮你拍啊。你是说你没拍到风景吗？后来叫我跑到你前面再重拍啊。对啊，但是其实这个风景就是看了也还可以，但是拍出来就觉得这是什么，这样差一点点。我猜有时候应该拍得到云海，但是今天拍不到。拍得到后面那不就是吗？那不是云海，那个是湖。还有一个地方有一像云海的东西。那不是云海，那个是湖。不是啊。远远的是云，那不是云海。早嘞，每一个都帮你拍哦，不错啦。等一下，这个你有没有很背？就很绿，还不错哦。他把亮度调得很浅，好了，再三个柱子而已。我是在想这个高度啊，我们现在要滑就要滑到最低。再去换另外缆车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是要换另外缆车吗？换哪里换？我总共开几个这种缆车？上面的就两个吗？还是三个？上面的就两个。反正我是想说滑到那边，我是想说走右边下去到这里。你觉得呢？我说，你要再去做一次，搭到这个，你要去做一次广东了。不用坐广东了啊？什么意思？坐广东了，
坐旁边那个就可以了。不过我猜拱多拉应该也没在排队了吧？我在想说什么时候拍一下那个现在的光线好吗？我就想我的那个 Insta 不知道录什么，我只要录风景，录起来，记录起来。那你要录哪里？刚刚走最一开始最高的那个。哦，那就这边往左滑。这边有左边吗？没有。出了去吗？往左好了，就接回去刚刚那条路了。那就是要坐到最上面那个缆车，然后你要用那一根是吗？那这样不就是要一路滑到最底吗？啊，这样。你应该说左边那些全都在那个，而且是粉色的，也只能这样。我就去那个缆车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往上坐这样。就直接往下冲啊！没有，先排在那，我就不要抢他前面。我只是想停在这个位置。
性关掉吗？还是只是 data 找你那？ data 找我那，没有关系。对，他说 Z 老是挡在我前面，只好帮他拍照。你讲我老是挡在你前面，你这样讲，那平常你都是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也挡在你前面，然后挡在你前面以后，而且我是挺好，准备拿到一半之后，等我那拿起来，你就已经站在那。那讲的好像我的行为跟你一样，我又不是说你挺好，我就故意卡到你前面。我就知道你跟我拍照。是 OK 啊，只是我想要先拍景再拍人。叫硬吃，你忘了那个大份多大份，超级大份。其实严格用想的，这个方向面过去看，到底会看到什么东西啊？会不会远的地方也是些什么山？
原来你那个是从头到尾都是一条的哦、喔。我这稍微，你可以看着我吗、嗯？现在是正的、啊，后面拉高，拉高，然后往下一轻轻拉，不要拉上面，就只要拉下面，往下拉一点，再拉一点。对，好，现在有一点点偏左，不过往你的右边拉一点点，好，完全 OK。那卷起来的部分就不理它了。等一下，你戴好帽子之后，再往下拉个两下就 OK 了。你现在先不用拉。下拉整个面罩，拉个一公分，拉一点，再拉，好，可以的，感觉都正常了、啊、走了。其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录，他说他有，但是我实在是太久没用了。好，荧幕是这样写的吗？
就在你旁边咻咻咻这样。一番止まっちゃいけないところで止まってた。そうか。せいさんって上で呼んだんだけど、もう見たい。ああ、見た。一直在喷烟，看起来很精彩。然后我在你后面，我也觉得我也一直在喷烟，就两个人一直在喷烟。OK 啊。你说这个学马也是跟在我后面？对啊，后来发现是豹纹还露头发，结果是女的。
啊，是他们一群人，这样就上。那为什么他跟着我？我会占很多捷道吗？没有啊，他只是在你附近滑而已啊。他是想要进我的系统吗？他想要进我的影片吗？他先是在你后面晃，接着又在你前面晃。那后来我直冲的时候，他就对啊，对啊。我觉得等一下中午就看他看影片就知道了。不会，反正看那个录影根本看不出来，只会看到两个人那分烟好像一副很帅的样子。它风景其实就小小，应该还可以，就是有树有雪道，有山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还好啊，还好，还好啊，就没事啊。而且那只是海绵。我看位置还好吗？我真的被撞到。有角度变了。那等一下就滑右边那个，接着去那个咖啡厅看一下东西。饮料可以吃啊？不是饮料，是看吃什么。那、如果觉得上面好吃，我们就直接去吃。我刚刚居然，我刚刚暂时拿，然后我就没有把口袋关起。反正应该就没什么事。如果觉得，而且我刚掉手套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负责收那个，然后手套很容易抓着，掉原地了，就是抓抓抓，就是我每次只要拿360，我可能再注意360是，然后东西就会掉。你没有一个固定的。然后后来刚刚想要放起来的时候，棍子又快掉，随时棍子都会掉。我都是发了我既有的 protocol。啊，那就是多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。就是避免有多的东西，所以我套子套在上面。有先生叫我，手套手套，然后我就回去。我已经在往这边走路了，5公尺而已，还好不远。真受不了，就是每次在拿那个就会掉东西。还好有人跟我说，不然戴一直没手套，我要怎么滑？我是你怎么会没感觉？你一定会有感觉、啊。不是啊，我是背后就找不到手套了。一定就是回头，你看这里就特别小。好小脚。这应该兔子吧？跑来跑去，是在追逐战吗？也没有吧，他只是犹豫要走去哪。好多小脚印。这也是兔子啊，这是快跑型，走路跟快跑，这里就是走，然后这里。那个好远哦。对，跳跳跳，而且是三只哎。它是两只，然后后面两只平行。这个呢？这个也是看不出来，怎么会是一直线？因为你看它是两个在前面，后面两个是垂直的，就是平成一百的。对啊。1.2。我刚想到那个人在干嘛，他就轰轰轰轰就都抢地了。谁？那个疯疯的人，他刚我还想，他滑很急，然后就撞，撞到。他是失控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是说刚雪道上有个人这样吗？拜一呢。
暴风雪就过了，就是小时候松雪。礼拜一就是猫，因为我猜也就是猫魔，不用说在这边。为什么突然又不想来？也不是不想来，应该说，我本来是想猫魔那边，我是怀疑它的温度不够高。这边我刚说的理由是说，松雪过后的那一天，这里的雪道我感觉都太平了。感觉这个小坡是谁家？好可爱！你有看到吗？嗯，高起来，然后好有洞。你觉得里面有住一只吗？不知道，很可爱。所以你搞不好找小凹凹。先不管说要洗哪一层楼，重点就是走二楼，不要走 B1。 啊，走二楼去的话好像会先到外是二楼吗？应该说穿鞋的人很多啊。那个豹纹在你前面的是这一组人吗？好像不是。豹纹那个是我的面子。我那个是我的面子，他们大家都在等他。啊，可以了，走走走。滑啦。那是湖，整个都是。你说湖的后面吗？那是云，不是云海。云海是我在上面往下看。是一层云啊。你要这样叫吗？嗯，还好，位置不同。对啊，现在一看都觉得下面好平哦。我觉得我会拍 N 张照片，长相都一样。啊，那我太边边，就是你在拍，我来挡你。
我是说这个山岸看起来很漂亮。山？这个现在看眼睛看到最高的有写的不是山吗？那个就是盘梯山啊。那就是盘梯山哦。对啊。好像很漂亮的、啊。因为它是个尖尖的山。因为它尖吗？然后背后就是雪场。嗯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餐厅了，是吗？先看上面的餐厅，然后看它吃的是如何。这个不算云海吗？左边看起来好像是。对啊，你一直要说不是云海。因为我的想象中的云海是说，云当作海，然后山顶尖出来就像是岛。硬要钻。啊，过不去啊！啊，过不去了。然后就差点摔死了。因为你到底讲什么啊？因为海断在你前面，这样就看起来不像海。但是以前我们看的就是真的就是一整片，旁边就是被山围起来，你知道我说的差别。你现在还看得到海下面的东西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我心目中的云海？现在我们可以鉴别得出，它是用甩的，它的转弯是用甩的，但是它有那个胆这样子下，它有那个胆这样子下，但是它，我觉得它，我是被包上。这个它就是会刚边滑的。你说后面那个？对，这个红裤子的它就走了。滑得很顺啊。对对对，就是最起码要会这个，但是严格讲，甩也是一种技巧，并不是说甩不好。啊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 ski 的甩、哎、甩就是小转啊。走错啦，再做一次。
有直直的往下滑，没有看。对，我觉得好像，其实我记得那边会有一些那种滑梯。自以为有往上跳，我都觉得你这膝盖软了。我在跳啊！不要跳啊！所以你有听到我在喊什么？下车
一脚踩了单脚道高。缆车站，所以只有这边，因为错过了。你要走我前面啊，然后我就一直冲着高铁，然后就很短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我想看没有很短。是啊，你说后面吗？大概。大概八公分这种感觉，也没有很硬，不错了。太好了，两度的差别。你要帮我拍照啊，但是刚刚那个照好像是背景。对啊，下午再收。然后我看光线不一样。对，光线不一样，太阳会越来越往右边跑。会好看吗？很难讲。人当然是紫的，外人我也不知道你要讲什么。照片我要拍，我拍。你说现在要拍吗？好啊。那你滑快一点啊。在急什么？我是说你要在我前面。那刚刚那里好啊。啊？他把我放在小角落。而且。iPhone 拍就好了。然后也来一个人像，看他有什么。拍不出来啦，拍人像。路人来了，快点。哦。
头？我觉得你拍的都歪的，我看你拿手机都歪的。看不出来，我都看着萤幕拍了。先看缆车站，接着再看中间那边。好，怀疑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吃？哎呦，怀疑有什么好东西吃？很硬啊，插不进去。这个跟一个这个，你觉得嘞？